诸位同学，请看科会第四十八念经文第一行开始。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除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讲祝福称赞。东方说得详细一些，其他的九方呢就说得简略了啊。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黄念老的注解上说，手表东方顺世俗故啊，世间法讲到方向呢，一定都是讲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啊。所以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也是顺世间法。这是一切诸佛化身菩萨示现在世间啊，怎样教化众生啊？他有一个原则啊，那就是依二谛而说法啊，这就是根据两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要随顺。那么这里首先说东方，他不说西方啊，这就是随顺世间。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依这个真谛而说法，真谛那就是如来古地上的境界啊，这个大乘教里常讲啊，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那真相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明了的了啊。所以佛是依这个两个原则啊来讲经说法的，教化众生。这两个原则呢，常常是交互啊，互相配合啊。什么时候该用俗谛，佛就用俗谛；该用真谛，就是用真谛。大概对于初学，俗谛多，真谛少啊。对于化身菩萨们来讲呢，那就真谛谛多，俗谛少啊。换一句话说，还是要看听众的程度啊，不适合大众程度那就不契机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经里面大概真谛俗谛是一半一半啊。那么先指出东方，实际上呢，这个方位不是真的啊，要讲真话的时候没有方位啊。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地球是圆的啊，我们向东方走，走到最后又回来了啊，这到底哪里是东哪里是西啊？从往东方走，最后从西方回来，是不是？所以
这个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没有一定。这个这一桩事情，现代人应该比古时候的人更容易了解事实真相。方位是假设的，那我们新加坡这个地方。对于这个香港来讲呢，我们是在南方，香港在我们的北方如果我们住在香港的时候，新加坡在南方由此可知，这个方位随时都在那里变换。哪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方式。所以这方术是假设的。我们懂得事实真相，你就不会再去执着了。为了指示处所方便起见，假设的方位。现在飞机飞行。轮船飞行，一定要依经度跟纬度，经度纬度在哪里呢？也是人假设的，因为经纬度就产生坐标，我们就晓得哦，现在这个飞机是飞在什么地方，很明确地把它现在的位置指示出来。轮船在海上，它现在走在哪个地方？就要靠经纬度才能把它正确的目标计算出来。所以，假设在现行这一个区域之内，它很有作用；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它就不起作用，它就没有。那么佛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有方位，但是世界太大了，这不是一个小的世界，恒河沙数世界，印度有一条大河，像我们中国长江黄河一样，几千里长。这条大河沙很细。我想我们这里在座的同学应当有一些人呢到印度去朝圣。到印度朝圣呢一定会到恒河。有很多人呢把恒河沙带回来装在小瓶子里面，装在小纸袋带回来。我没去过，但是他拿来给我看过。确实很细，是像面粉一样。佛讲数量多，常常用恒河沙做比喻。那是世尊当年讲经说法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恒河流域。所以举恒河沙呢，一般人都很熟悉，都知道这个沙太多了。算不尽的，形容世界之多，而实际上我们知道恒河沙还是有数量的，只是没人去算，还是有数量，而世界的数量跟诸位说是没有数量的，恒河沙。不能够跟他相比世界真的是没有边际那么佛说这个世界
是一个地球，不是一个太阳系，乃至于我们可以说它不是这个银河系。我们今天讲这个天象，这个天上的现象，科学家总是以银河系为一个单位。这是现代观察最大的星系。我们在过去学佛的同学们总是以为呢，经典上讲的佛世界一尊佛他教化众生的区域，经上讲啊，一个三千八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说这个世界的组成，它有小千、中千、大千有这么三个千组成一个世界，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其实是一个大千世界可是有很多人粗心大意的人呢，他就产生误会了三千个大千世界，那这就搞错了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他的算法，这个算法也不是呆板的是大概的概略的，是这样算法是在这个里面有增有减经上讲以一个单位世界做中心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单位世界呢，佛说当中又是一个须弥山，日月星辰呢都围绕着这个须弥山来转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系我们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太阳围绕银河转所以早时候我们都以为银河系可能就是佛经上讲的八千世界那我们的太阳系是不是一个单位世界呢？再想想跟佛经上比照比照吧，有问题，讲不通。因为佛经上讲的是太阳、月亮都是绕须弥山半腰旋转，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是学科学的，给我谈这个问题，他说经上讲的单位世界应该是银河系因为日月星辰绕着银河系转这个讲法也很有道理。须弥山是一个形容词，并不是一个大山那是什么呢？银河系的中心，在中国天文名词里面叫黄极黄色的黄，黄极黄道吉日，就是黄极我们地球有南极有北极银河的中心呢是黄极它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须弥山。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银河系的中心呢，黑洞也许佛
以这个来比喻做须弥山。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那这个世界就太大太大了。1000个银河系组成这大星系啊，这小千世界，然后再由小千世界做单位，1000个小千世界呢，再叫是一个中千世界。啊，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10万亿颗。我们今天科学家没法子啊，这个最先进的无线电望远镜也看不到这么多信息啊。今天科学要跟佛经上讲的时候，那实在是太渺小了啊！这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世界。那我东方去多少无量无边无数的世界呀？啊，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太多太多了。啊，每一个世界里面有恒沙佛。啊，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讲，在这个阶段叫贤劫。啊，就是说这一个大劫，这个劫是佛陀为我们这个计算时间的单位。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呢，都是讲年的啊，年月日啊。这个天文学家里面计算这个距离啊，讲光年。光的速度一年走多远啊？所以这个光年呢，天文学家叫量天尺啊，量天这个距离呀，用这个来计算。啊，银河系就是我们今天讲银河系，银河系的直径啊，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这个距离多大呢？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用光的年来量，20个光年。啊，那个数字没法子计算，光是1秒钟30万公里啊。啊，所以这宇宙就是太大太大。啊，那么这一个阶段呢是贤劫。这个贤劫里面呢有1000尊佛出世。我们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啊，下面呢第5尊呢是弥勒佛。啊，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做佛，他是第5尊佛。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死了？没有啊！你想想看，他这个教化区这么大，啊，3000大千世界，他在我们这里出现，走了，那个世界他就去了。啊，就正如我们把这个大世界比作一个地球，把我们这些城市啊比作一个小世界，啊，世尊教训，今天在这个都市，明天在那个都市啊，没有离开地球啊，啊，他哪个星系都去啊，不过现在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在我们太阳系，别的太阳系里面去了。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懂。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哎，佛菩萨不生不灭，
我们每个人有没有生命？没有。你说老了死了，你在这个地球上死了，在那个地球上又出生了。那生灭了，只是身，肉体啊，灵性不生不灭。这个一定要知道。一切众生这个生灭的现象，只是去换个身体而已。正如同我们穿的衣服，衣服穿旧了、穿破了，不要了，换一件新的。所以身不是我，这个一定要懂得，身不是我，灵性是我啊，我不生不灭。如果身体是我，好，身死了，那我不现就没有了，那哪有这种道理？身有生死，灵性没有生死，不会随着你身体的生命，灵性永远是不生不灭。中观论上形容的好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这是灵性，灵性什么都加不上，把灵性迷了，迷了的时候变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六道，他觉悟了了。觉悟了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化，我们一念觉，这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我们一念迷呢，那就是十法界，就是三途，就是六道。所以它不是真的，这是佛在经上常讲。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听得也耳熟，可是怎么样？它不起作用，我们不得受用，错就错在这里。佛给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宇宙，设法恒河沙数世界。在大的是从这样讲，小的呢，小的从微尘。这就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通通包含在其中，一个都不漏了。它怎么来的？心想生的。你心里面想善，它就变善的境界。你心里想恶，它就变恶境界。心里头想善想恶，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这个大乘教里头佛常讲啊，真心立念，永远。不起念头，那是真心。所以，凡跟圣的差别，一句话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诸佛如来。六道里面众生，不但是六道了，包括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这些若凡若众，说圣，圣嘛就四圣法界了，凡是六道凡夫了，它是什么现象？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是凡了。
差别就在此地。如果我们六道里面凡夫，果然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成佛了。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你明白了。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佛分成三个阶段来讲，先教你不执着。与一切法都不要执着。今天下午，澳洲有个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有人呢造谣生事在回报他，说他的坏话。他心里很生气。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三途六道的凡夫啊。他听着说怎么了？我说你还生气啊。他说怎么不生气呢？我说人家他骂别人，你为什么是不生气啊？别人不是我自己，这身体不是自己啊。随他骂，与我灵性不相干，我灵性里头一念不生呢。其实为什么？因为你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你执着你这个名是自己，人家执着你名字骂你执着，他叫你别人名字，你就不执着了。可见的这个东西，你是执着不执着吗？只要不执着，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你一执着就麻烦了。执着的人不能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执着变现的。我都不执着，你执着我的名字吗？同名同姓的人太多，我晓得你骂谁呀？何必自己去承认呢？你说这人这么傻的，没事了，什么事都没有啊。纵然说拿着鞭子来打你，身不是我。你果然是身不是我啊，打了也不痛。那打了为什么会痛呢？身是我啊，那就麻烦大了。你不相信，你看看这《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这个人入仙人被这个割离王割截身体。那在一般人身上痛苦不堪，人入仙然被割离王用刀一片一片割，他没有痛苦。那他为什么会痛苦？神不是我吗？你随便割吧。是可见立执着就自在了。立执着就脱离轮回了，何必要执着？我这一次在澳洲生病，我也做了一个实验。做个什么实验？不执着。因为你生病的时候有人执着，他赶紧找医生了。都要吃药了。你要不找医生不吃药的时候，这病不会好啊。我不找医生，不吃药。多休息几天，他自己也好了。可是你要是执着的时候，这生病了，不进医院不行啊，不找医生不行啊，那你就非得去找。你要不去找的话，你的病会严重。你不会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试验的，一切法从心下生。我不想病，我们想早一天恢复健康，境随心转嘛。我们把这个念头转成一个健康的念头，不要常常想着我生病了，没病他也病也来了。为什么？你想病嘛，一切法从心想生，想病病不就来了吗？想老就老了，想死但非死不可。
所以心理要健康啊，心理健康啊，你的生理一定健康啊。生理是附属的，心理的附属，它是随心所转的啊。我们不能不明了这个大道理啊。大世界跟小世界是平等啊，小世界是我们身体是小世界，宇宙是大世界。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大世界不大，小世界不小，平等，无二无别。懂得小世界就了解大世界，知道大世界也就明了小世界。啊，它是一不少，啊，所以在心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凡身。啊，凡圣是在讲，就是一念迷悟，悟了则是圣，迷了就是凡呐。啊，所以知道世界这么多，一个世界里头无量无边的佛，你看我们这一界就一千佛，啊，但是每一界那个佛。佛这个成佛实现成佛的数目并不一样啊，有的一界里面一尊佛都没有，有的一界佛里头有几万尊佛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语言不同啊，皆懂得这个道理。菩萨来不来实现成佛，要看这个地方众生的缘有没有熟啊，缘要熟了，真正修行的人很多啊，佛菩萨来帮助他呢，来教导他呢，这个修行正果的人很多，他就来了啊，缘没有啊，这佛菩萨就也没有啊，他就不来实现啊，这就是无缘，无缘，这些人不听教诲啊，你给他讲他听不懂，听懂了他做不到啊，那这就是佛菩萨跟他们有缘，没有缘，佛菩萨就离开了，就走了。啊，不出现，所以是不是应现在这个世间，不是佛菩萨那边的事情，是我们肯不肯学，统统在自己。啊，这个权不在别人啊，我们要知道。要勉励自己啊，要认真努力，我们才起心动念，这叫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我们的念头多，从早到晚不知道起多少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有感应，不是跟佛菩萨感应，就是跟妖魔鬼怪感应啊，所以心要清净，心要正啊。佛法教导我们，你看三皈依，这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觉真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我们走觉真净的路子就跟佛菩萨感应，如果从走迷邪染的道路呢，那就跟妖魔鬼怪跟他们感应啊，那总得知道妖魔鬼怪也是未来佛，
也不能够轻慢，也不能小看他，啊，也要把他当作佛菩萨一样恭敬。礼敬诸佛不是未来佛，那就对了。啊，这个样子呢，纵然跟妖魔鬼怪有一些怨恨，啊，无始劫以来结的，慢慢能化解。啊，总的一句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人生在这个世界最值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一桩事情是什么呢？把冤结解化，化解。啊，这个才叫真正有意义呀！啊，这个跟世间人讲的不一样。世间人讲人生有意义，立功立德立业。啊，立功立德义，你这个无始劫来冤亲债主没化解，那个事情还是麻烦的。啊，所以你才晓得佛法里真的是教导我们彻底、究竟、圆满。啊，这个是大学问当中的大学问，啊，遇到了，这是无比的幸运，啊，开经偈上讲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哎，我们遇到了，啊，真的不容易，要珍惜。世出世间任何一法了，不能跟这个相比。啊，你要珍惜这个机缘，把握着这个机缘呢，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那这说明啊，佛之道啊，一个世界有这么多佛。那么无量无边世界，那个佛是没法子计算的，啊，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啊，啊，诸佛如来，故每一尊佛呢，都出广场摄像，啊，广场摄像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这是佛像，福一定有因，啊，这个因就是生生世世不忘，说诚实也。放无量光。这些句子，字字句句，义理深广无际。古大德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啊，优希大师讲。出广场舌给我们证明佛说法，佛说法了真实，决定没有虚妄啊！这个广场舌像是无量劫来永离口业四种过失，无量劫不忘，不念时，不起语，不恶口，啊，才有这样的舌相啊！啊，这个舌相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
舌头伸出来可以把脸面孔盖住。你看看这个大乘经上佛说的，佛广长舌相，能够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明啊，无量劫来都没有妄语。我们听了这些话，要学。无论是有心或者是无意，造作妄语的罪，决定障碍这一生开悟往生。我们这一生所祈求的两个愿望，希望自己能开悟，希望自己能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清净身语意业，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部经上序分里头，还没有到正宗分，传给我们修行的纲领：善护三业。你看看他把这个口业摆在第一，这都是有讲究的。身语意业是我们常常在大小乘经教里面看到的排列的顺序，身语意。可是在这个经上，世尊给我们介绍，它不是这个排列，它先是口，身意。这样的说法显示出世尊彻底的悲心为什么呢？他知道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最容易造的业口业，所以把口业摆在第一了。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我们今天讲为佛弟子受了三皈五戒，甚至于出家了，你说不说别人过失？如果你还要说别人过失，头一条就没做到啊，第一条没做到，后面全都没有了你看看善护三业这个经文在第二品德增普贤在第二品里头讲的这个做不到了，这部经以后都没分了，你怎么能往生呢？一面念佛，一面常常还批评人，还说人家不是，你说你糟不糟糕？心是妄心，心是乱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不真不诚言语都是妄语，两舌其余恶口。你想想看，这个四种口过，你是不是天天都在造？你还不知道改过，还不知道回头，还自以为是，起心动念，别人错了，我没有错。我没有错，将来别人往生极乐世界，我往生阿鼻地狱。到底是谁错，谁没错？不要问别人，自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好好想想
就明白了。恶业要不断，不得了啊！所以最容易犯的口业，其次这叫身业，不杀、不盗、不淫。最后讲到意业，不贪、不嗔、不痴，所以受恶业。反过来就是十善业，诸佛菩萨念念与十善相应，这是学佛首先要我们学习的。学佛从哪里学起？我们讲的很多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你看看世尊是怎样教导维提西夫人他发心学佛教维提西，维提西是我们的代表那就是教我们了。你看从哪里学习？从净业三福学习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四句，16个字，从这个地方入门。而这16个字呢，给诸位说，落实在十善业。你怎样孝顺父母？你怎样奉事师长？你怎么样学诸佛菩萨大慈大悲？都在十善业。你能够修十善业，你就是孝养父，你就是奉事师长，你就是修慈悲心。你没有十善业的时候，前面那三句是空话。落实在十善业。所以我讲这个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头一条就是十善业道经。第二条它范围很大了。我们初学讲的太高了没用处就做不到了。所以我这个第二条呢落实在沙弥律仪。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落实在沙弥律仪。10条戒，24门威仪。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都可以学。第三条那是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把它落实在无量寿经。所以诸位专修净业。专修净业的人，你就晓得三部经啊，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无量寿经完全是依照净业三福的指导来修学十善业道经是帮助我们取得善男子、善女人的条件，那经常一打开呢，都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如果不能具足十善业，经常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没有我的份呐。佛没叫我，
如果十善业道你能做到啊，哎，经常叫的时候，你可以答应的，那叫你呀、啊，你有份呐、啊。十戒24门为宜，再加上无量寿经，岂不就是祖师大德念佛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持戒念佛？这就能成功。佛法浩如烟海呀、这里都有精简。精简到这个，那是真正是佛法的精髓呀，就这三样东西啊，决定不能够疏忽。你有这三部经的话，你就决定往生。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生活得非常充实。有意义，有价值，永脱轮回。那下一次再来呢？那是佛菩萨的身份，成愿再来，是来度化众生的。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这么多的佛，几乎可以说一尊佛都不漏啊！你说这是什么法门？没有一尊佛不赞叹，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太多太多了。这一部经典里面介绍得很详细。它的核心就是48愿，大愿大行，普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圆成佛道。这个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度化众生，实在讲，这个工作做得很苦啊，很辛苦啊，众生无量劫来业障习气太深太重。所以我读老子，何大愿，必有余愿，安可以为善？我的这几句话，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刻。必有余愿。我们自己阿赖耶识里头，烦恼习气种子，就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余业。佛在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所以在六道里面，你这一生当中的际遇，你所遇到的，你所受到的，通通是余业，你不能怪人。你要怪人呢，你这个怨愈积愈深。但是世间人哪个人不怪人呢？总是觉得别人对我不起，由此可知这个愿
愈结愈深呐，没法子化解。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真的教得很苦。能接受的人，所以佛法是四道。四道里面最重要的尊师，尊师重道。尊师不是说对老师那个恭敬，那恭敬是自然。你对老师尊重，哪有不恭敬的道理？那自自然然的，这个尊重啊，尊师老师教诲呀，通通能落实，这个叫尊师啊。老师教的东西，你没有去做，这个就不是尊师。那么我们今天要想想，老师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做了几成呢？一成都没做到。无量寿经，现在我们晓得，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教导我们的，也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教导我们。我们读到这一章，你要晓得，这一部经是十方一切诸佛在教我，一尊佛都不漏啊！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任何一尊佛都没尊重。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要尊师重道，从哪里做起？善护口业，你从这里下手。从今而后，我们说话还是不诚实，有意无意还是去欺骗人，还是造谣生事，挑拨是非，账家长，离家短。这是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包括弥陀，包括世尊，都没有放在眼里。这怎么会成就？你怎么能往生？轻慢世尊，你能去得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欢迎你去。但是那个地方的人不大有，他的极乐世界人多啊。那个个人都对于十方一切诸佛都是恭敬心啊。你没有恭敬心，人家排斥你，你进不去啊。佛再慈悲也没办法。这个道理，显而易懂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什么人能往生？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言如佛言，行如佛行。我们学佛嘛，佛在哪里？佛就在这一部经上。我们好好读，好好研究，好好在一起研究讨论，怎样把它落实。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我要把它做到。我也常说过，做到个两成呢，你就有把握往生了。两成做不到，不能往生。
最重要的口业。口业还不能够改过来，我在此地断言，你这一生不能往生。我的话说得很肯定啊。念佛就是帮助我们断十恶业的，因为无量劫来这个恶业的习气，它常常会起现行，如果恶习气不起现行，那你是再来人，你不是凡夫，你是凡夫，哪有不起不造业的道理？《地藏经》上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实话肯定是这样的。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佛号，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这个方法妙极了！84000法门里头，这个方法最容易。最稳当，最可靠，也最快速。这叫做念佛，这叫做会念佛。声声佛号，把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妄想杂念压住了。使我们的心恢复到清净，首先恢复到阿弥陀佛。我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这个人决定往生。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从今而后再不说人家张家长李家短了，再不搞这个了。有人给我们说呢，阿弥陀佛。他也来不说人家怎么不对的，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啊，我不听他的，我就阿弥陀佛，也劝他赶紧念阿弥陀佛，不要再造业了。自己要做个好样子，做个好榜样，这叫念佛人，这叫会念佛。这个样子才真正是受方诸佛如来的弟子，我们不辜负受方一切诸佛如来，自自然然感应到受方一切诸佛护念特别在这个世界，诸佛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呢，这是宝贝啊。为什么别人都不做不到，他能做到啊？肯定是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快速成就。我们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叫绝不失时。我们做佛的弟子要这样学习，真正佛弟子。别人学不学呢？与我不相干的。不要去看别人，更不可以去批评人。批评人，我们自己造的业重，妨碍自己清净心。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对自己是发产生严重障碍。你要想度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度他。现在暂时把他放在一边，免得的时候度他也没度了，是自己也去不成，这个亏就吃大了。自己必须有把握，那我们才可以分一点时间帮助别人。
啊，自己还没有把握，不能帮助别人。啊，那帮助别人的真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不是不帮助，不是不慈悲呀，我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啊，先成就自己，啊，好像看到别人掉水里面淹死了，啊，我自己也不会游泳，发个慈悲心也下去，赔一条命。啊，那在这种情形下，赶快去学游泳啊！啊，我有一手好身手的时候，我才能够下水去救人呐。哎，这才叫真正慈悲。啊，所以这个口业不能再造了。啊，我们看到、听到别人造这口业的人呢，生怜悯心。啊，他不知道啊，他还愚痴啊。啊，我们回报他的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千万不要批评，你错了，你又造口业了。那我说这个话，我又造口业了。是，你们想一想这个道理，你想通啊？那我怎么样不造口业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造口业。啊，让他多听阿弥陀佛，他慢慢就会觉悟。哎，一次两次，短时间的听不懂啊，哎，时间长了他就明白了。哎，他才晓得你真正是好意，帮助他，提醒他。啊，决定不说他的过失，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对待他，啊，这就行了，又何况阿弥陀佛还加持他，圆中钞里面说，唯有是真。多生多劫，诚实语啊！所以感得舌相广长，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啊，但是广长舌相。有常相，有现象。啊，常相呢？平常的相呢？这个舌头是在口里面。现象呢？把舌头吐出来啊，它能盖着面。啊，这个舌头很薄啊，整个面孔能盖住。这个顶上能碰到头发，那么这个相，它的作用就是给大家做证明。我说的话是实话啊！大家看到这个相呢，对于佛的诚实语不怀疑。啊，佛这种视线，当年在世，许许多多外道看到这个相啊，都服了，啊，都皈依佛陀了，都跟佛陀学习了。啊，那么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虽然做佛陀的学生。佛陀没有叫他改变宗教，你看经上看到的，啊，你们常读《地藏经》，《地藏经》上有婆罗门女，啊，他是皈依佛教，
接受佛的教导，他依旧是婆罗门。那婆罗门是个宗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啊。所以佛是教学，不管信仰什么宗教，你都可以来学。哎，并不要你改变宗教啊，啊，你只要来学就好。啊，学什么呢？学智慧。啊，学断烦恼，破二障，啊，开智慧，成佛道。成佛道就是证究竟圆满的觉悟，这就成佛道。所以，佛教现在变成宗教，在当时不是宗教。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四面八方教学啊，他并不反对宗教，并不排斥宗教，也并不勉强叫你哦，你一定要放弃那个宗教到我这来学，没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歧视别人宗教错误。现在我们明白了，所有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明，所有宗教创教的这个大德啊，这个始祖从哪来的？你们晓不晓不晓得？还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吗？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平等的啊。不是别人啊。啊，用佛法名词来讲呢，法性。法性是相同的。一个法性。一个现实啊，所以日本这个中村康隆法师啊，3年前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97岁，今年99岁。他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啊，你看《观无普明》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哎，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耶稣身。啊，应以阿訇身得度，他就现阿訇身，伊斯兰教传教士的阿訇。啊，你喜欢什么教，喜欢跟哪个人学，他就现那个像给你看。一个人嘛，啊，这个中村老和尚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啊，我去访问他，他很喜欢。我们能谈得来。啊，他旁边那些弟子，啊，也有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啊，下来之后告诉我，他说老和尚一生都没有说过这个话。这个是我们不能轻视日本佛教，不能说日本佛教里头没有人，真有人。
卧虎藏龙啊，一般人不认识啊。他平常不讲，讲了没人懂，讲了恐怕还引起人反对，不能接受。啊，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我能接受，啊，我听了非常欢喜。啊，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啊，你从华严经界里面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同一个法性，同一个法身呢？大乘经教里面，各位同学都知道。啊，佛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那么说三世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每个人都在那样，未来佛。啊，你肯定会成佛的，那不晓得是多时间长短，个人不一定。啊，你只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肯定成佛。啊，为什么呢？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啊，你听了这个经啊，听一分钟，听两分钟，听一句两句，阿赖耶识的金刚种子种下去。啊，那这个人我们能轻视吗？不能轻视啊！你能得罪，你要得罪佛了。啊，你要轻视佛，不可以，一定要懂得尊重，啊，要欢喜赞叹，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例子。啊，有一个人遇到释迦牟尼佛，求佛给他剃度，他愿意出家。啊，世尊一看，就叫旁边那些大弟子，叫大和罗汉，你们大家来看看，这个人可不可以出家？阿罗汉的神通能观察五百世。大家一看，500世当中都没有一点点善根，他怎么能出家呢？那就是与佛无缘呢。出家要跟佛有缘，与佛没有缘不能出家。佛就跟大家说：“行，他有善根，你们看不到，无量界前。”他是个樵夫，砍柴的，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只老虎，那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顶上去，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因缘，这一生遇到我的时候，他也在我这出现，无量界前阿罗汉看不出来了，啊，这说明。所以是佛法种子金刚不坏啊，无量界这当中都没有跟佛结过缘啊，就是这么一个种子，遇到释迦牟尼佛还是一样成就，在佛会下证阿罗汉果。我们相信佛的话不是妄言，决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相信佛示现的神通，出广场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成实也，弥陀经上讲的，那就不是广场舌的时候改覆面孔啊。
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局部啊，遍覆，是把三千大千世界通通盖覆住啊。啊，《弥陀经》里面比这个地方说的详细，这个地方只说过处广场舌相，《弥陀经》上讲的是处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舌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你要晓得，这个是大本《阿弥陀经》。啊，这个经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就晓得这一部经的重要。啊，所以诸位要是遭有磨难，这个我遇到很多啊。磨难都有因缘，都是续世今生的冤亲债主啊，找到身上来了啊！他来找你，来折磨你，都有目的，知道什么？知道你学佛了，你学佛，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救他。你没有能力救他的时候，他暂时还不理会。为什么帮不上忙？害他没用处啊！害他的时候，哎，他会想办法的时候来进来救我。啊，他就来了，啊，解决这些魔障的方法，念佛是最殊胜的方式。啊，你跟这个冤亲债主讲，劝他念佛，跟我一起念佛，跟我一起拜佛。跟我一起念经，啊，我们将来同生极乐国。不要害怕，啊，你家里面供阿弥陀佛的像，啊，供养无量寿经或者是佛说阿弥陀经，你要知道这个经这部经典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么读这个经的人，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本子，我们在前面读过啊，讲过啊。啊，黄老也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密宗里面观点，很多人呢。都希望上师给他灌顶，那上师灌顶到底灵不灵？很难说。啊，实际上连“灌顶”这两个字怎么讲法都不懂，都误会了。哦，以为撒一点水就灌一下就灌顶了。那你的罪就消了，这个福就得到了。啊，那你们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冲那个地方的大灌顶啊！啊，黄老给我们解释，顶是至高无上的大法，顶是这个意思。至高无上的大法是什么？是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是一句六字红名，至高无上的大法。啊，灌是什么呢？传授给你，把这个大法传授给你，叫做灌顶。啊，所以黄老讲得很好，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啊，诚心诚意去念。啊，念的时候不要有妄想。
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恭恭敬敬念一遍，设法一切诸佛给你做了一次观点，你是这个多数人啊！你每天念两遍就两次观点，念三遍就三次观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不必啊，去找个上司啊，给你头上滴几滴水，那个不没有效果，那没有效果，这摸摸头，有人找我，我就告诉他，每个人头上都很肮脏，摸了之后呢，传染病的时候都传染过去了，这个道理也相通嘛。真的要临体如理如法的修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力所以不要被形式欺骗形式在什么时候举行呢？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唱戏的时候这个表演给什么？给那个没有不懂佛法初次到这边来的给他看那是有必要的，戒引众生，所以佛教有很多仪规仪式那就跟舞台表演一样戒引大众的，不是给真正修行人，真正修行人重实质不重仪式这个要懂的所以仪式不能够废弃，它戒引众生的一种手段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连我们新加坡纳丹总统都知道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坐在一起，那个时候他还没做总统。他告诉我，他说佛教他最尊敬，所有宗教里头他最尊敬佛教，他是印度教徒。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话是内行人说的外行人不懂我第一次听这个话，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是张家大师讲的。以后再没有听到人有这个说法，还没想到碰到纳丹总统，他说这句话。所以形式是像做法会的这种形式，都是戒严促机的。促机人喜欢热闹，到这儿来看看，看看的时候给他种善根。是这么个意思。实质上的利益不是在这些形式上修，内心心地法门所以佛法讲内学，是在内心上做一个转变。用现在的话说，是在思想见解上下功夫，把这些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纠正过来，叫内学。经文里面讲放无量光，光是什么？光就是光常实相因为说法舌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没有舌就不能说话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世尊
当年在世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呢，舌相放光啊！这就是放无量光。也许有人说了，世尊说法也不过是49年呢，那还是有量啊，不能说无量啊，那就是你是看到形式上的说法，这是有量的。如果你要看到实质上的说法呢，你就知道那是无量的，实质上是。六尘都说法了，释迦牟尼佛是告诉我们，启示我们，如果我们要会了，真正会了，你就入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在哪里？我们六根所接触境界，无一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这个世界跟西方世界没有两样，也是六尘说法。根尘都放光，根是我们自己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外面的境界，色身香味触法。哪一样不放光？非常可惜，就是放光你不认识。如果你要是认识了呢，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真的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接受这个熏陶，一刹那都不间断的。这才真正知道，放无量光说成谁？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头引用袁仲超的文字很多，袁仲超是优希大师著的，这里面也有一句话，《法华经》说高而不说广，所以他讲上至梵世就是大梵天王，这讲高啊。那么这部经呢？这部经呢是讲这个小本弥陀经。小本弥陀经没有说广，这个没有说高啊，他说广。所以说遍覆3000大千世界。那我们要把这个经合起来看，你才能懂得这个意思。才能看得圆满，开到全面，表法无非都是表示真实不妄，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建立清净信心，坚固信心。永远对这个法门，对这个经教不怀疑。那你善根就具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这个念佛的
最高指导原则，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教给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非常值得我们尊敬。佛门里面供养佛像也都是表法的。我们学佛的人对佛像是两种心态来看待。第一种呢，就像敬祖先一样，慎终追远。佛是我们的老师，菩萨是佛的大弟子，协助佛教导我，对我们有恩德了。我们常常纪念他，供奉是纪念他，这个意思。但这个不是把他当神明看待。第二个意思就更重要，表法的意思。佛表法身，表法性。表空义，发现不可得。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他能现一切法。一切法是他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发身就是发现，发现就是发身。这个一定要懂得。性相是一不是二，离四是一不是二，因果是一不是二，是佛法里都说的。哲学里面讲法呢，那都是二分。他都把它分成两个。性不是相，相不是性。能不是所，所不是能。他把它分开，佛法里面讲性相，讲事理，讲因果，但是它是一元，它不是对立的，佛法里头永远没有对立的，你要从这个地方是真正体会到，佛法是讲宇宙的实相经上常讲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真相也没有对立的，所以宇宙没有对立，我们人生没对立。你人生的时候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眼睛跟耳朵对立没有？互助合作，它不对立，对立就打架。这也不合作了。里面心肝脾肺呀。它是合作的，它不对立，和谐的，真正是平等和谐，通通都第一，没第二。我们从这里观察，你就能体会，宇宙也是如此。那我们自己要跟别人有意见，闹意见，要对立，对自己来讲呢，破坏你这个身心的和谐。对外面呢，破坏宇宙的和谐，你这个罪就很重了，对你的身非常不利，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健康身体？原因在哪里呢？处处跟人对立，自己把自己的健康破坏了。人人都有清净法身呐，人人都有一个金刚不坏身呐。很可惜，你自己不知道，天天在糟蹋自己，在破坏自己，那这一说法子所以你跟别人对立，就是破坏你自己。
这个是真正的愚痴无知啊！佛在经典上常讲可怜悯者啊，这一句话里头的意思很深很长啊，我们真是体会不尽啊，总得要觉悟啊，真学佛就是真觉悟，我真明白了。我从今而后的时候，我不再造他自己，不再造他自己，我就不能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可以对立。我们一定要互相尊重，要和睦相处，要平等对待。啊，这个样子慢慢自然就能恢复自己的健康，啊，恢复自己金刚不坏身呐。啊，外面没有人能破坏呀，自己破坏自己。你说外面人他来毁谤我，啊，来侮辱我，啊，来这个陷害我们，只要我们不接受，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你要接受，就是因为这不能怪他了，所以他没有过失啊。啊，你要说他不对错，他没错。我们接受过了错，他骂我，啊，骂我，我怎么接受过了？我就很生气了，我听了很生气了，我就接受了嘛。我要不接受的时候，他骂我的时候，骂净空，那个人也叫净空啊，他骂他都不骂我，我不接受，我就没事啊。哎，叫净空的人很多啊，古人都有啊，好多。你看那个什么佛学字典的时候，查好多个净空。那晓得他说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接受他？啊，就是我说他没有错，我接受是我错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别人永远没有错，错都在自己。啊，自己觉悟就不会错了，啊，自己有觉真境，永远不会犯错。啊，自己有明心染了，那就天天犯错。啊，什么你都接受，你心就像垃圾桶一样，啊，到处捡垃圾，哎，不管是好是坏，通通都装到自己垃圾桶里，你这怎么得了？啊，觉悟的人是好的坏的都不放在里，啊，永远保持清净，那就对了。啊，所以今天里面。我们多看就明白，有的时候佛从重的方面去讲，有的从横的方面去讲，啊，而且大乘佛法与近代科学里面所发现不谋而合，啊，这些呢，对我们初学人来讲呢，增长了信心，啊，科学家很遗憾的。他们没有接触到佛法，如果他接触到佛法，我相信科学更会突飞猛进的。啊，确确实实，这个大乘经教啊，能够启发人。无尽的智慧，下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念，这个第二段，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啊，这个是一段，啊，这是这一段的讲四方。再看呢，四维上下，啊，四维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方、下方，这就是十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那么，这是把十方这个一切诸佛呢，
通通都说到了，一尊佛都不漏啊。这个里头有寓意，也能够看出祝福。都知道宇宙的真相，真相是一体，一体才没有对立了。我们为什么会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不知道宇宙是一体，所以才产生这个错误观念。如果知道宇宙是一体，这就是法身菩萨。我们在讲席里面虽然也常常提到，但是怎么讲，没有其如境界就很难。那么要其如境界，一定要依教修行，就是你自己要把障碍除掉，你才能入得了境界。不能够学了就照做，而且做得很彻底，佛法真实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我们常讲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心相、自心相。心是什么？心是虚空法界。身是什么呢？身是刹土众生。无量无边的世界，恒河沙数世界。这世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跟我同一体。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一个生命共同体。你是多亲切的，你怎么能分呢？像我们这一个身体，观察身体真的能开智慧。身体里面每一根汗毛，每一个细胞，在跟全身是一体，很像大宇宙。我们知道细胞寿命不长人身体这个细胞寿命不长。科学家告诉我，每7年，7年是一个周期，我们身上的细胞通通都换成新的了。新陈代谢。这个道理现在同学们都知道了，都有这个常识，新陈代谢，旧的淘汰掉，新的又生起来。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既然每7年换一次，一个旧的都没有了，换成新的了，那人为什么会老呢？应该是一次换的都是新的，不能够老啊，一点都没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不老啊。他为什么换的时候他就都换成旧的东西，他不换新的，全换成旧的，而且还换坏的，你说这不糟糕了吗？像我们买一部车一样。我们这个零件是到一个时期要换零件的时候，我一定换新的，结果怎么样呢？换旧的，而且还换坏的，你说糟糕了，这个就吃到基础了。你之所以会换旧的，会换这个坏的，
就是你的念头错。那如果你要是觉真净的话，你所换的绝对是心，不会换旧的，那你就长生不老了。不是没有道理呀，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你有烦恼，你有忧虑，你有牵挂，你有得失，你就换不到新的，你就换人都给旧的跟啊，所以你很容易老化嘛。你能够把这个是非人我、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一切得失利害、忧虑牵挂，通通放下，那么你这个细胞新陈代谢都是新的，都是最健康的。啊，即使外面有什么传染病感染的时候，都染不到你。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你有免疫能力，啊，你是新细胞，啊，你不会受感染。佛法里头好多道理啊。都要在我们自己好好去学习，好好去发掘。啊，诸佛所说的确实是真实也，真实到极处啊！纯是真实，无有虚妄，所以有福的人听了之后，直下承当，完全接受。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我们认真努力依教奉行，得的利益是自己。啊，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为什么不干？啊，所以经典称为宝啊。世间一切珍宝、七宝，那都是假的。唯有经典是真正之宝啊！啊，它不但能帮助我们现实环境，改善我们的现实环境，能帮助我们提升灵性，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这个宝你到哪里去找？你要是不学，真可惜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佛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你看居士林外面马路上走来走去的人，他都不晓得到这儿来听经。他说无缘吗？啊，这样殊胜的利益他听不到啊，所以我们的人生遇佛法啊，能闻到无上甚深之法，很不容易啊！啊，一定要珍惜，多读多听啊。那么前面没有听到的，我们每一次在这边讲呢，都留着有光碟。语言道从中国而来的。可以把这个光碟带回去，重复的听啊。那么这部经大概讲了一半，我也不晓得讲了多少时间。啊，反正慢慢讲，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限制，讲的详细，我们理解的更深，得的利益的更殊胜。今天就讲到此地。Thank you.